天去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去跟苹果，我们做一次最后的彩排，因为明天就要直播了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直播，这个直播是 Today at Apple 跟 Awesome 的阿茂他们一起策划的，有四节课教你怎么做自己的播客，然后今天下午3点就是最后一节，是我跟大家分享如何快速的做一个有点创意的播客的封面，因为这跟我做视频封面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我很多视频封面都是在我上传视频的那个间隙，就大概10到15分钟做出来的。所以已经报名的下午3点一定要记得来看，邮件里面会有会议的地址，如果还没报名感兴趣的可以继续报名然后回过来。另一个是一个潮流展，有些朋友的品牌参加了，所以让我去看一下，应该会有很多潮人，很多朋友。好，你看一下。